心里苦。一切恶趣众生皆得饱满，业障消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，祸害安息国三藏安世高义。佛在舍卫国，其还阿难宾底阿兰，时佛伤哀诸所有生死之类故，结出称为分别善恶都有五道。人作善恶有多少，称慧有薄厚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何谓五道？一为天道，二为人道，三位恶鬼道，四位畜生道，五位淋漓泰山地狱道。人不求度世道者，生死忧苦不断绝，往来五道不得解脱。贤者侠人，掩于忧苦，见师则成事，不见则死时教戒。师教人去恶就善，是人度世之道。父母养育，老病死亡一世耳。佛度人万事不及，贤明智者以手思为之。佛告诸弟子，皆听我为汝陈说善恶之祸福。诸弟子皆长跪，插手言，诺受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慈心不杀生，从不杀得五福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增长，二者身安稳，三者不为兵刃、虎狼、毒虫所伤害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寿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则长寿。今见有百岁者，皆故事宿命不杀所致，乐死不如苦生，如是分明，慎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取他人财物，道中不拾遗，心不贪利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增，二者不亡遗，三者无所谓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夺珍宝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，保守其财产，县官盗贼不敢侵犯取其财。今现有宝财至老者，皆故事宿命不敢取他人财物所致也。亡无多少，令人忧恼，亡遗不如宝在，如是分明，慎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犯他人妇女，心不念邪僻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不枉费，二者不畏县官，三者不畏人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育女作妇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，多端正妇。今尊者见有若干妇端正好色，皆故事宿命不犯他人妇女所致也。见在分明，慎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两舌缠人，不恶口骂人，不妄言其语，从事得五善。
何等武？一者语言皆信，二者为人所爱，三者口气相好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好口齿，他人不敢以恶语污之。今见有从生至老不被口谤者，皆故事宿命，户口善言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妄缠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饮酒醉，从不醉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传言上士，尽见常理，语言不谬误，亦是患如意。二者家世修治，常有余才。三者假借求利及得，亦为人所敬爱。四者得上天，亦为诸天所尊重。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洁白自喜，贤惠小事，皆从故事宿命不饮酒所致，甚莫饮酒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持刀杖恐人，不以手足夹痛于人，不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欲不施于人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身体强健，二者卧起常安稳，三者为诸天龙鬼神所护侍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乐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身体顽具无疾病。今见有从生至老无有疾病者，是皆故事宿命不加痛于人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何心不嗔恚？见贤者敬之，愚者忍之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为人所称誉，二者人见之皆欢喜，三者身子安稳，以润则好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端正净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善信，端正书好。今见有好人万人之选，皆故事宿命，和心善信，人如所致也。不嗔恚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孝顺父母，敬事长老，恭直谦卑，贤贵后起，后言先止，常教恶人为善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为人所敬爱，二者人皆道其善，三者自意欢喜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爱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众人所媚爱。今见有善心孝顺，为众人所媚爱者，皆是故事宿命孝顺，尽是长老所致。如是分明，可作孝顺事于长老。佛言：人于世间用见小事，善心好意，尽是尊老，礼节兼备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仕宦得好职，二者在官及迁，卖买得利，三者百姓见之皆欢喜，四者得上天，诸天见之皆欢喜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王侯公卿作子，皆故事宿命，行礼作福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不悭贪，好喜布施，爱是诸家亲属贫穷者，若乞丐儿饮食常当食饱，衣亦当完好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财产日增，二者为诸天下人所称誉，三者为州郡国所尊敬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所事，
舞者，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，大富乐，为众人所敬，皆故事宿命，不失行善所致。如是分明者，亦可行得不失。佛言：人于世间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士，习往问度世之道，心不嫉妒、贪爱高远贤者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得暇，二者多闻，亦多知多见，三者多敬探知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事所学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，即明经小道，为国家所敬重，亦为人所归仰。今见有明经小道者，此皆故事宿命，做道行德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行道德。佛说经已，诸弟子皆欢喜，前为佛作礼。佛言：听说作恶得恶。诸弟子皆插手言：诺，受佛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喜杀生，无慈之心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短，二者多惊怖，三者多仇怨，四者万分以后，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毒痛烤炙，烧至真主，灼刺涂锅，压肠破骨，欲生不得，犯杀最大，久久乃出。五者从狱中来，出生为人，常当短命，或胎伤而死，或堕地而死，或数十百日而死，年数十岁而死者，今见有短命人，若行斑疮，身体不完，薄茧突鱼，或盲聋喑哑，求鼻塞痈，或无手足，孔窍不通，皆有故事宿命，屠杀、射猎、罗网捕鱼、残杀文盲、龟鳖、藻虱所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偷盗劫人，强取他人财物，求利不以道理，欺诈取财物，轻秤、小斗、短尺欺人，若以重秤、大斗、长尺轻人，道中舍疑，取非其财，负债借贷不归，抵触以行护人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耗减，二者王法所及，觉知当孤，少有托者，三者若身未尝安归，常怀恐怖，亦自欺身，四者死后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烤炙数千万毒，随所作受罪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随所负轻重常在，或有做奴婢长者，或做牛、马、骡、驴、骆驼长者，或做猪、羊、鹅、鸭、鸡、犬长者，诸禽兽、鱼鳖之属，皆是负债者。今言债不腐朽，所谓也。今见有下贱畜生之属，皆由故事宿命贪利，强取人财物所致也。畜生勤苦如是，见在分明，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淫逸犯他人妇女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家事不和，夫妇数斗，数亡钱财；二者为县官，常与垂帐从事，王法所及，身当被孤，多死少生；三者自欺身，常恐畏人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铁柱振翅，身常暴之，作犯他人妇女，故得世殃，如是数千万岁，行乃尽。五者从狱中来，出生为鸡，
蝠、鸟、鸭、人，魂魄无形，所着为名。今见有积福盈溢，不必母子，亦无节度，亦有犬马之争，狗争渔夫，畜生之属，皆有性足，而积福盈溢，独无止足，皆从故事宿命盈溢犯他人妇女，受是积福生，当为人所惮时，如是勤苦不可述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两舌缠人，喜恶口，妄言其语，自贡高诽谤圣道，嫉贤妒能，彼子高才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多怨憎，二者自欺身，一从事人皆不信，三者数逢非祸，四者入泰山地狱中。泰山地狱中有鬼从人相拔其舌，若以烧铁勾其舌断，若以烧铁狼铠刺其咽，欲死不得，欲生不得，不能语言，如是数千万岁。五者从地狱中来出，为人恶口，此祸免缺。迷津简集众言，或阴哑不能言语。今见有事曹人，皆故事宿命两舌缠人，诽谤圣道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神恶口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习饮酒醉，得三十六失。何等三十六失？一者，人饮酒醉，食子不敬父母，臣不敬君，君臣父子无有上下。二者，语言多乱误。三者，罪变两舌多口。四者，人有拂逆隐私之事，罪变道之。五者，罪变骂天逆舍，不必忌讳。六者，变卧道中不能复归，或往所持食物。七者，罪变不能自证。八者，罪变低仰横行，或堕沟坑。九者，罪变必顿复起，破伤面目。十者，所卖买谬误忘触底。十一者，罪变失事，不忧自身。十二者，所有财物耗减。十三者，罪变不念妻子饥寒。十四者，罪变唤骂不必王法。十五者，罪变解衣脱坤裤，裸行而走。十六者，罪变妄入人家中，千人妇女，语言干乱，其过无状。十七者，人过其旁，欲与共斗。十八者，踏地唤呼，惊动四邻。十九者，罪变妄杀重置。二十者，罪变抓锤射中食物，破碎之。二十一者，罪变家事，视之如罪囚，语言冲口而出。二十二者，朋党恶人。二十三者，疏远贤善。二十四者，醉卧绝食，身体如疾病。二十五者，罪变吐逆，如恶露出，妻子自增其所状。二十六者，罪变意欲前荡，向狼无所避。二十七者，罪变不敬明经贤者，不敬道士，不敬沙门。二十八者，罪变淫逸，无所畏避。二十九者，罪变如狂人，人见之皆走。三十者，罪变如死人，无所复视之。三十一者，罪或得泡面，或得酒病，正微黄熟。三十二者，天龙鬼神皆以酒为恶。三十三者，亲后之事日远之。三十四者，罪变蹲踞是常例，获得鞭蹦和两目。三十五者，万分之后当入泰山地狱，
常小童入口，教腹中过下去，如是求生难得，求死难得，千万岁。三十六者，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常愚痴，无所事之。今见有愚痴无所事之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事酒所致，如实分明，亦可胜酒。酒有三十六师，人饮酒皆犯三十六师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持杖恐人，以手足加痛于人，喜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喜强持与人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自欺身，亦为人所患毒；二者身为恐怖；三者又数病疾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随所作受罪，久久万岁；五者从地狱来出，身为人多病，身不离杖。今见有多病者，皆故事宿命喜加痛疾之所致也。多病不如强健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常喜嗔恚，不合调，见贤者亦恚，见愚者亦恚之，不别善恶，但欲嗔恚而已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为自烧身；二者意自乱意；三者卧起不安稳，或忧恚自杀；四者入泰山地狱中，毒痛拷至数千万岁；五者从泰山地狱中出，身为人面目常恶，色味黑黄熟。今见有恶色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嗔恚所致，面丑恶色，不如端正好色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他说：“我学佛以后变成敏感体质，常会被众生干扰，身体不舒服。尤其到长庚综合医院回来，几天前到卵综合一坑排核磁共振，众生就跟我了，开始头痛。我除了先吃药，也做烟供回向，要烧多一点。不过真的就好起来。各位，阿拜也免当一堆，去要去进前就拢做好啊。”与其不主动，我人都阿在怼，还不如讲，哎、欸，我看病人或者拢做好啊，这你去拢无代志，好不好？凡事你有预备的都没事，对不对？发生事情都是啊，没记啊，都丢丢啊，啊！所以佛要我们有个前行啊，不然你别去兜疑，你已经知道有这些轨道了，病人然后，你去之前撒撒米啊，牙醉啊，升起一个观想，这个困拢无代志。像我每天在外面流浪嘞，你困嘞，今日来未记得做，暗时就歹困啦。太贵了，该喂喂喂，凊彩困困的啊！啊，迄间厝久了无人住，一定有众生伫的啊！所以各位呢，到之前洒洒净，观想那边变净土，也对他们布施安尼啦。啊，你已经变，你已经厝变净土，然后关心所有受苦的众生安尼。啊，那你有准备，你就觉得哎、欸、很顺。所以
你有敏感，每个人都有敏感体质，只要你有慈悲心，你就会变成你的敏感体质啊。但是呢，你要主动去关心。所以我们现在法会各位都会看出来，心主在供，对不对？再起来不管在心主，以后报喜有喝水，一到开始心主，大家都没事，对不对？因为先有悲心做前行嘛。那以后各位不管到哪里都应该如此啊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众生永不停息，生命电视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早课。